我们先看中间的媒体方向。艺人关之琳日前遭香港媒体爆料与台湾富商男友陈泰明早已分手的消息，今天她在台北出席自家保养品牌护手霜宣传活动，被媒体追问感情方面的问题，这位资深美女竟然自曝她与交往七年的陈泰明并不是分手，而是离婚。她更承认两人曾有过秘密婚姻，让在场媒体相当震惊。其实我们不是分手，我们是离婚。嗯，对，现在心情很好啊，因放下了，对，当然了，会呀，对呀、啊，我是很需要爱情的。关之琳自曝不是分手，而是离婚。她笑说，今天开始就接受追求，但被问到是否愿意再度走入婚姻，她马上回说不用了吧，还强调接下来将重心放在演艺事业，会多多和大家见面。拍戏不会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拍戏一定不会。工作方面就是现在 OK 了 ，OK 我一定好好去做好。他，然后如果我就是说 ，OK， 是我跟所有的朋友分享我的保养的心得。那赚不赚钱不是太重要，不要亏太多哦。来，请看中间，请看。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